精灵家族温馨提醒小朋友们，眼睛和电视不要离得太近哟。我要成功，我加油，灰妮姐姐加油，天哪，跑，麦琪加油，快跑，哎呦，我被夹扁了。麦琪麦琪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他们都说我太胖了，不愿意带着我一起玩。哈，这么过分。晶晶来啦，我是晶晶，我是罗罗，我们是精灵家族。哟呼，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到了麦吉乐园，哈哈，在这里面呢，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游乐区，还有疯狂的麦吉密室体验。今天我们两个都不选择，全部玩。跟着我一起，先来找到麦吉，然后开启我们今天的愉快之旅吧，进去喽！麦吉，嘿，这里是麦吉的好朋友朱丽叶的家，我们来问问他。朱丽叶，你有见到我们的好朋友麦吉吗？晶晶姐姐，麦吉在我家，他好像很难过。难过？为什么难过呀？交给我，我肯定能把他带出来的。在这等我哟，麦吉，在这里，快来。麦吉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他们都说我太胖了，不愿意带着我一起玩。哈，这么过分。让我想想办法。有了，麦吉，有一个挑战，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的话，他们肯定就再也不会这样说你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好呀好呀，快带我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就是这儿，麦吉，这里呢叫做石壁密室，是非常讲究速度的哦。你有没有信心跟我一起来完成挑战呀？当然有啦！啊，那这里呢可是配合战，等一下你只需要听到我的口令，跑，你就要加速跑，你可以完成吗？麦吉最棒了！那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，一起开始吧，向前冲！麦吉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哇，他已经很期待了。那我也准备好了，来吧，加油！我要成功，我加油！回头，就别着急哦！快过来呀，晶晶姐姐，加油！啊！天哪，跑！麦吉加油，快跑！哎呦，我被夹扁了。失败了。不用担心，麦吉。我们总结一下经验，马上再来一次。不用气馁，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总结经验，我稍微有耐心一些。麦吉听到口令，再加速跑一些，我们肯定能成功的。加油，麦吉！那我们就开始第二轮吧。我一定要有耐心一些。下来呀，球球！肯定能成功的，加油，加油！解决了一些烦恼之后呢，他奖励了我一张能量卡，一起来看看这张能量卡是做什么用的吧。麦吉能量卡，为了感谢晶晶姐姐的帮助，麦吉特发能量卡一张，在接下来的挑战中，能量卡能救你一命哦。原来是这样，刺激的挑战我想要去，能量卡可以给我更多能量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挑战一下吧。说明小明青年部队、小强青年部队两年后，小明小强共七岁。六岁，今年四岁，两年以后八岁和六岁，小明比小强大两岁啊！好嘛，哥哥，我没怎么看过。说明是谁？我只认识派大星，是 C 吗？
族温馨提醒小朋友们，眼睛和电视不要离得太近哟。小明今天小明今年四岁，小强今年四岁，两年后小明小强又几岁？六岁，今年四岁，两年以后八岁和六岁。小明比小强大两岁啊！哦，报告，我没怎么看过。我只认识派大星，是 C 吗？我们是精灵家族。什么好玩的？哇塞，我看过这一期，我们人要躺在上面，然后答错题，一层一层一层的掉下去，超级考验我们的知识库。现在这是三号，我要来选一下，选择一号。哇塞，我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？你们要记得给我加油哦！开始吧，我准备好了，请出题。下列哪些动物不需要冬眠？蛇、熊、麻雀，应该是麻雀。哇，我好紧张。驼峰是用来储水的。啊，错了吗？啊，不是储水吗？骆驼那个驼峰。啊啊！今天的缺乏海水量是什么？A. 捕捉触点 ，A. 消耗周期 ，C. 捕捉食物。C. 捕捉食物。哇，还好我可以坚持得住。蜜蜂勤奋蜜的蜜巢，采蜜的蜜蜂是什么蜂？采蜜的是工蜂。呜呼，哈哈！麦吉有100个饼干，平均分给5个小朋友，每个小朋友能分多少块？15块 ，B 20块。20块。好像很简单呢，呼呼。入土的节气中，两只皇帝名字有鸡唐白的长鸡仙，出现了几种颜色？三种 ，V 4种 ，C 5种。三种 ，A。啊，不是吗？两只黄鹂鸣翠的啊，4种呀，我怎么少了一个？天哪！小明今年六岁，小强今年四岁，两年后小明比小强大七岁，分为两岁、零三岁、零四岁。啊，这不是两岁吗？不应该是零？你等我一下。六岁，今年四岁，两年以后八岁和六岁，小明比小强大两岁呀、啊。同学们排练做操，小明前面有6个人，后面有8个人，这队一共有多少人？6、8、14，加小明15个人。C， 啊，我的屁股要掉下去了。狗狗觉得这个时候是用舌头散热。A， 舌头，我们加油，狗狗。A。猫狗狗我没怎么看过。猪鼻子是谁？猫是李飞、张迪哥、C、派大星。我只认识派大星，是 C 吗？We'll be right back.
去挑战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要多多的补习动画知识才可以了。那这一个乐园里面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呢？如果喜欢的是朱丽叶的家就留言一，如果喜欢的是考验速度的石壁密室就留言二，如果喜欢的是最后考验我们智慧的天空密室就留言三，我要去看看你们喜欢的跟我一不一样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，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，拜拜。